谢谢。Welcome to Youth News. I'm your host, Wonson, for today's program. You might be wondering, why am I speaking English? That's because in today's program, we'll be talking about the Bilingual 2030, 2030双语政策。在台湾有超过六成的学生都有补习英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四位来自全台各地的高中职同学们，来了解一下现在台湾高中生的英语学习，还有对双语政策的看法。好，我们欢迎四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好，在数据上面显示，台湾的学生的英语能力在亚洲四小龙里面是最后一名的。不过真的是这样子吗？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台湾高中生的英语能力到底是如何。第一个，我们先请慧景好了。慧景，好 ，OK， 那我们开始哦。好 ，So hello。Hello.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n Taiwan. So can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Hualien is? Oh, Hualien is in east of Taiwan. Mm-hmm. And there is very, there are only a beautiful mountain and river. If you want to go to like a shopping mall, please don't to Hualien. Don't go to Hualien. Okay, so.There is no good shopping mall in Hualien. Oh, you can just go to like Li Yu Lake. You could swim and bu fish. Oh, I can go fishing in yeah, Hualien. Yeah, fishing. Yeah. Okay. So it sounds like Hualien is a beautiful and scenic and cultural place. Okay, thank you. 我知道子欣是不是已经入选特殊选材？ Okay, 好，那问你一下。So, how did you?Get into your university right now? Is it through special admission? Yes. 我特殊选材英文。Special admission. Okay. So, what is the program, the university that you got into? 国文 Chinese. Chinese. Okay. Do you want to become a teacher in the future?No, I want to be a writer or a 编剧编剧怎么讲？A script writer. Okay. So what kind of script writer do you want to become? For TV or films? No, drama. Oh, drama. Okay, very cool. Thank you so much. 好，来问一下彩诺。So, you said that you're in a high school that teach you some profession, right? So, what do you want to become?In the future, what is that profession that you're learning, or do you want to become? I want to be a nurse. Oh, you want to become a nurse? Okay, great. I hope you can actually become a nurse in the future. 最后一个呢，我们来问一下宜兴，宜兴的口说小测验。So, you have finished your exam of college entrance.Just now, right? You have finished your big exam, right? So, how do you feel right now? I can relax before know my grades. Oh, before knowing your grades? Yes. So, are you nervous right now? Yes, very nervous. What do you want to study? I want to study business. Okay. Yes. So, do you want to become a businesswoman in the yes. future? Yes.What do you want to sell? I don't know. Okay, great. You can figure that out later. 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推动这样子的双语政策，所以今天呢，我也想要请四位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学习英文的路途上有没有哪些最有最挫折的经验？第一次去补习的时候，他就说哦。一天背五个，是一天背一百个单字哦，一天背一百个单字哦，只有一个单字，然后后面加两个零哎，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背得起来，然后可能就每天都哭，然后因为老师也很严格，就说如果你没背起来就不用回家了，然后就是狂背，但是背到后面就好像还蛮喜欢背英文的，有渐入佳境。那我高一刚就是进去我们班的时候，进去语字班，然后我也知道我的程度跟我的同学有蛮大的落差。我在考试的时候，第一次段考，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不要离我同学太远，就是拉低0.5左右就好。那结果后来我发现，我一个人就拉低班平均2分。
我是感到超级挫折的那一次。OK， 所以你是因为觉得比不上大家，所以真的有很挫折，还有对我们老师的愧疚感。就是刚升上国中的时候，因为国小补了6年的英文，然后一五都补到晚上9点，然后到了国中，我以为会好一点，毕竟只是延伸上去而已，但没有，然后考试就是不及格一下。然后跟国小差有点多，那你国中有后来有慢慢及格吗？没有，没有及格过，没有。然后高中就越来越烂。你们在除了这些挫折的时刻，有没有在学英文的时候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我是因为很喜欢那个怪奇比利这个歌手，然后因为他的歌里面很多属于他可能创用的词，或者是他有用别的词衍生出来的意思。我有一次可能在听歌的时候，我居然知道他要表达情绪跟那个情境是什么，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借由英文去学习单字，然后在听别首歌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去查询，然后可以完整听完整个意思，我就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就是发现自己竟然听得懂英文歌了。对，我在上外事课的时候不是都要上台报告嘛，然后我对那个期末报告超级焦虑，我焦虑了2个月，然后每天都一直问我同学说，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下这段稿子，我这样，然后我去写完之后去 Google 翻译完，然后给他们看说这样看起来有没有怪怪的，然后我就背了那个稿子，大概2分钟的稿都背了1整个月，然后最后上台终于讲完，虽然有点出彩，可是我至少我讲完了，所以我觉得很有成就感。那一次报告你上台讲多久？两分钟让你这么有成就感？两分钟我背一个月。OK， 那接下来问一下彩诺，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写考卷的时候。哦，为什么？就是，可是你没有及格过。对啊，可是整张那么多英文，我终于有一个看得懂而且还写对了。那我就是很有成就感。对，其实就是跟自己比。2030双语政策这个政策呢，是希望从国小、国中、高中全国都可以在2030年的时候落实全英语的来授课。那从2021年的时候，教育部就在50所的高中职开始试办了双语的实验班。那今天也很刚好，我们有两位同学有双语实验班，对不对？在交流的部分跟上课的时候有外籍老师。对，那你们会整堂课全部用英文上吗？还是会双语并行？因为他是就是外国人，所以可是就因为是他是整个班上，那其实可能有在上或真的想练口语的就那些哦，帮我改一下马赛克。对，就是因为可能就只有一些可能比较想要学习英文就会特别去跟他讲，但其他人可能就还是一样讲中文或是就没在上课这样子。我们老师是一开始也会播歌，然后他会发一个单子，那个单子会有把那个歌的歌词填空挖掉，然后要我们去听力去写，所以很多人因为喜欢这首歌，我们就很认真。我也想问问剩下来的两位同学，在你们学校虽然没有双语实验班，但有其他跟进一些双语的或是英语相关的课程吗？像我们班大概有上过2种，一种就是外师课，就是跟外师对话，然后他会请我们报告啊、英语辩论这种的。然后另外一种是就是我们国籍的老师上的双语课程，他就是会有英文跟中文，然后各一半一半。然后像我们上的那一节是音乐课，不过我觉得我们有点像是老师的白老鼠，他为了完成他课程的 KPI， 所以就用一些他也不太流利的英文跟我们介绍可能交响乐团的什么各个职称啊什么那种的这样。因为我们是职业学校，然后就国音数比较不会看得太重，都比较专注在专业科目上。我现在想先问问大家，准备好你们的圈叉牌。在学校里面，你们会担心2030双语政策啊全面落实之后，学生的英语程度会有落差吗？好，请举牌。因为我觉得实施这个之后，它可能就会变成硬性课程，不会像是可以去选课这样子，然后就会变成说想学的人会想学，不想学更排斥了。因为有的学生可能觉得英文对他之后的升学没那么重要，他会觉得这门课就浪费掉，然后就做其他事情，但其实这样对教课的老师来说应该也是不想看到一个场景。如果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下，好像也是会改变一个人。就假如说把一个小孩到国外去读书，就让他在那个英文环境下，他其实英文就会变得比较好。
毕竟我们学英文不是只有可能旅游或者是考试，可能也是想要在休闲娱乐的时候学英文，所以你们会因为休闲娱乐而想要学英文，或者是透过休闲娱乐来学英文吗？就是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哈利波特，然后我就去找了电影来看，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其实应该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学英文，所以我也开了那种中英双语的字幕，但我常常被剧情带跑，就算我已经看过很多次，还是会想要一直去关注剧情，然后就忘了看英文字幕。然后我也有一段时间非常想认真学英文的时候买了原文书来看，可是因为它里面有太多那种魔法或者是它那种自创的字，所以我查了一点点之后我就睡着了，大概只有两三页的阅读痕迹。子欣，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触，因为我也是买了哈利波特来看。不过我也可以跟你分享，后来呢你是买哈利波特嘛，但我也跟你一样发现看不太懂，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买这个是小朋友的儿童读物，就是这种是在国外是他们的国小小朋友看的小说，它的用词就简单很多，看起来就不会觉得压力那么大。对，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学习的小秘诀跟大家分享。我是先看美剧，然后因为我看是那个叫做《王室绯闻守则》，然后我觉得就是它的剧情就很不错，然后我那时候会想学英文是因为就是他们都长得很帅，但是我还要看字幕，我就没办法，我可能就要变成我看完这段然后重新回去再先换看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麻烦。那是看人，就看帅的人，对。然后，但是就是如果我现在已经会英文，那我把字幕关掉，我就听力，然后我就可以直面迎接他的帅。OK， 对。所以你是先听懂英文之后，你就可以感受他们的帅感。对对对。哦，那你有就是我就去买他们的书。哦，所以你不只看剧，对，你看完这个，对，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可能有删掉很多片段，所以我就去买这个。他可能会写得更清楚，交代他一些对剧情。其实我们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动机啊，就是兴趣跟好玩的东西，譬如说大家喜欢的影剧或者是歌曲这些内容。那这也可以变成我们学习英文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来源。你对2030双语政策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更多。那青春发言人，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